哎，你忘记咗啦？我识才啊，曾下过口令噶啦。如非许可，我个女婿万不能擅出门行。真知想我三人顺利及第之事，不宜长安，幸得同敬主嗰位无上善师对我哋自家关照，可算令谁清颜啊！今日故人得志，又不把节恩拜谢，好夜街头巷尾短论长谈。好啱啊，好啱噶、啊！好，老夫有分数，稍移过来，即刻去崇敬子，替伟大人先定下赏花嘅筵席啊！遵命，有这权，拿起刀棍。即间你哋五夫爷啊，前去赏花，你哋一个二个，必要手持白绫。把他步步跟随，若果有人在你五姑爷面前提起霍小玉三个字，把他乱棒全一击啊！起来，走。做囚笼演，为把猪胎就打哇！有姑娘，到底谁个是你负心郎？你一路讲，我一路饮啊！好待我乱袖轻炎凉。冷眼贪风怨啊，
来又轻于你自打。叶债此时还。
女负义之人刘华姓啊名君人类吞声先拜年。